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说要分手，总之我不会放弃。你不要告诉我你感觉不出来李大为对你有意思了哦。你该不会是因为李大为太紧张想分手？看清楚我对你的心意，我会一直等你，但你回心转意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复合？我们根本没有在一起过，怎么复合？那我们现在在一起啊！我说了不可以。我不相信。